来，就是你搞来，就是。安怎安怎？你切东西给蛋吼？啊，太细啦！哦，阿姐，你看打不了乌白蛋哦。阿都看了都安尼做走出去算啊。哎，这本我讲你，你卖定我该没收。好啊，提起来，我阿公提好过，还唔知咧写啥鬼，伊弄字诶，歹看啊。你唔捌回你？安怎？这本偌好呢？这本哦。那安怎好？啊，够简单。我嘛唔知啊，我问专家。民国36年咧，古早车，哎呦，迄只专家啊。哎，专家来。这本是民国36年啊。36年是。这本册歹买哦，啊，这刚买。大概真歹找着。真歹找着。买袂着。啊，你着你像这册拢直接找着。我伫古册当买啦。安尼哦。较早买。啊，像这是二二八。是迄阵官方出版的二二八的册。哦，台湾省228暴动事件纪要。是是。哦，啊，这咧。拄拄我出来了，官方的报告。哇，这拢是哇，这物件你是都做的安尼啦？哇，无简单。古册念错。这本书顶我去讲，白崇禧部长说，造成此次事变的原因，受日人偏狭恶性的教育、歪曲宣传的余毒。哦，我一点健康了。哦，我一点健康。啊，所以你要找这册哦，我听讲吼，哇，这本，这我报纸有看过。这本是影印的啦。原本已经交向这个县的文献会，是啊，这本听讲哦，这本价值200万，哎，这本哦，有人开280万，安尼哦，是，安尼来，借钱来，借钱啊，这本借好你好无？借钱，200万，你收呢？这拢人的，你讲我袂敢客气，我来啊，哦，你无简单呢。两年前的5月20日吼，伫台北一间古册店看到的台湾总统府的公文列传，啊，其中的一本，迄阵看到两本，其中的一本，啊，我想讲这本册真要紧啊，所以用40000块给欠的吼，啊，开始提登来。用40000块，是是是，这是几年前的？两年前40000块，啊，就是你这册。你讲个这就是对台湾史料有啥物贡献？当然非常重要。这是日本人来台湾的时候，伊就开始做田野调查。啊，这是明治31年完成的报告。啊，是有可能伫明治28年，伊登陆台湾了后无偌久，伊就开始下令啊做田野调查。迄阵当时的真完整的关于每一个部分的记录。哦，安尼哦。是。所以100年前的台湾，会当对这个册内底会当看出来。哦啊，所以这日本人是不简单呢。啊，是啊，才会为民间去。这是应该是咱政府爱保管，上尾保管的单位是台湾省文献会。现在像这类的公文列传啊，大概有10000多本啦。啊，但是照我所在尾也是有可能是搬迁的中间哈，有损失100多本。啊，中间佫有可能有漏一部分出来伫外口。啊，我是漏出来的部分。其中个华币的一本，要收啊！这中华民国政府安尼，这种价值200万的册，我袂甲等。啊是。另外一个买到这本的人，是开280万啦。因为有两本的时阵吼，我买到一本，迄个人买到一本。啊，你免费送的啦吼。啊，我是应该便宜啦，应该便宜。啊，你家己开的40000。啊，但迄本买啊嘛是便宜啦。啊，我也嘛是送的啦。不过我说真的是讲这李敖咧，有人捌讲过啦哈，咁唔知对一本人，刚刚是李敖，什么人讲过你是书神，专门咧收集。我唔是书神，啊，我讲这句话是一个张良所教授的一个四史自述啦，对，有提起啦，但是不敢当，因为比我切过较侪人真侪。啊，无你收藏偌济？我想这切哦，普通人伫阮咧收的人讲是几点？啊，就是讲阮这切有的是切，有的是相片，有的是地刻。所以伫图书馆行来讲起来，几点？大概有几啊万点啦。哦，几啊万点的呀？啊，几啊万点，开你偌侪钱？你我想，我大概对少年的时阵赚的钱，大概拢差不多存伫这个所在，开伫这个所在。哦，啊，你偌侪使下钱？你无地，你讲我听好吗？真微薄的收入。
公务人员会当有诶即个薪水吼，来用伫遮，因为我换一个太太趁钱啊，所以我都是免负担即个家计啊。换一个太太趁钱，有一个太太会趁钱啦。哦，毋是换一个太太。要不叫你莫听着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这是太太。哎，是是是，这是太太三岁时阵的相片。哦，太太三岁时阵相片，而且太太还面足明显的。初中的时阵相片，这是我介乱来的时阵的相片。哦，来啊，介绍这位太太，来翕过来，来翕过来，这位是翁金珠夫婦中华馆的。啊，你嘛目前是台北馆文化中心的主任。是。啊，太太就伫这个中华馆。算出来的方面啊，啊，两个人都会用。但是我某些一个问题，就是讲你的资料真侪是在日本的嘛，哈。啊，在日本的资料主要是讲过去伊对台湾的一个研究了，哈。你收藏加安尼几啊万本，到底是这些物件将来要安怎来处理？哦，我已经一方面无为他看，一方面我嘛无法度他去看，一方面嘛无法度他家己啊做家己的内容来收藏，所以我上尾决定要先。已经成立一个基金会，叫做半山文教基金会。打算将我这的书捐予这个基金会，将来在我家己的故乡吼，有一个台湾文化资料馆来收藏、啊整理、甲利用这的书。你今仔看个真缘投，冇真缘投。我来甲你母讲，我请伊来，嘿，嘿，对啊，对，我知，我看到，来，我委员来坐来，嘿嘿，咱即摆。我谈到你讲的话，我都要跟你莫讲。来啊，翁金珠委员，这是刘老太太，真欢喜啊！你称呼我。不过你哪会行入政治这条路，再来佫交去政治这条路，拢厉害。来啊，先看嘛，来啊，这是读这个彰化女中，是哦，毕业的。啊，毕业时阵相片，啊，这个时阵，怀念过龙的时阵，啊，怀念过龙的时阵，来，我就想问，他们拄啊伊在话讲，讲伊安尼买遐册啊，开几啊百万，吼，即马计达几啊千万，啊，你敢知伊大安尼个钱起去做这买册啊？你敢袂得？我会去结婚，结伊了吼，无偌久我唔捌看到伊的薪水啊，吼，啊，但伊的薪水拢买册啦，啊，不过伊买转来册吼。伊拢甲我讲，这破破啊，无啥价值啊，这无偌济钱啦。啊，你袂烦恼，讲这甲我骗的。我想我嘛有家己咧上班接头路，所以伊讲话我就相信伊啊。哦，啊，所以你我是打开始是你，你我是互伊家己去买就对个啦。三不五时啊，若感觉厝内无钱，我原来会甲伊买完一个。啊，无米，啊无米无灶啊，你。还借钱过生活。啊，所以你也足感谢。是，这项代志真歹势。哎，我一世人吼，员工是真歹讲好笑，啊，但是又惊伊烦恼，等买钱也买较贵，也买较济，然后有滴会甲伊讲好笑。伊也无讲嘞，伊即马若买一大堆册转来吼，拢先囥咧门外。啊，内底探头看我有伫咧无安尼吼，啊，若无伫咧，较紧摕落去藏下咧。啊，所以我若久久啊，拢发现我，哎，这个钱啊加一堆，伊讲无啊，拢无啥增加。但二十几年来，都已经增加几啊处境啊。是，不过我所知啊，就是讲你当开始的时阵，嫁着这个刘峰松的时阵，迄阵你介意，你是安怎识识？那是你先讲着，你先讲。应该问伊啦，伊是安怎甲我骗的？是我真落魄的时阵啦，啊去甲伊参加这个教师的研习会。哦，恁两个以前拢老师了对吧？老师，国小的老师。啊，伫迄个研习会内底熟识。啊。啊，熟识了后开始同批，同批半年了后甲约会，约会无偌久就甲伊求婚。所以你的速度嘛是真紧的。惊娶无某啊！啊，所以以前你是你咧，伊你第一见碰到伊的时阵吼，是一个研习会，是啊，但是咱阮所知就是讲，伊足早以前就加迄个迄阵的，那迄阵的公开是，比如到处讲正经像徐明德这种人，就是江洋大盗，就那样专门咧创下地下革命，我知未？迄阵你敢不知？唔知，伊甲同辈半年也毋捌甲我讲到这个代志啊。
结婚了后慢慢讲啦。结婚了慢慢讲。嗯。你拢无肯讲。一直到四面就出嫁的时阵才知影啦。啊，你以前到四面就通啊？我是伫十七岁的时阵，拄咧驾车的时阵吼，啊，熟识四面的，嘿。这就是你。这阵爱别十八岁咧，嘿。所以如果来讲要追溯，我阵。十八岁未满啊，是要少年犯啦。少年犯，我一阵抓到二条三、二条一判死刑呢。因为我是一个同行吼，甲四边条做边工的，啊，伊先互伊吸收去，啊了后我迄边个吸收我，所以甲四边条有熟识。啊，阵专门咧做啥物代志？准备要爆破进步？无做啥物工课呢？无做啥物工课，干那做个一边安尼尔。不过咱老实讲哦，迄个时代是算白色恐怖的时代吼。啊，我唔知道王委员，你的时阵，你呐，你向你什么时阵发知影讲，伊咧做这个有可能判为伊死刑的工作？哦，我来想看卖咧。我知道我嫁好的时阵，我就对这讲是讲对政治无介了解。嗯、我是为细汉拢是甲大汉拢是国民党饲大汉的模范生。嗯，真好读书。啊，是。啊，所以嘛是戆戆的。呆呆戆戆，啊，其实嫁予伊了吼，啊，主要就是搁去读，去师范大学读册，嗯，啊，然后有机会到台北，吼，教书了，啊，甲伊参与伫一挂社会运动，啊，听柯林祥的演讲，啊，开始接接触。啊，时阵敢拢搁唔知影甲徐明德有来往？嗯，徐明德出家的时阵，伊有甲我讲着徐明德的代志啊。嗯我会记徐明德当初出家了，伊就是甲苏三外交做总干事嘛。嘿，所以迄个东西。那是第一道出家的时。是，迄阵就迄阵就知影这项代志。啊，你知影时阵，迄阵该生啊未？没惊啊！啊，啊，你听着要惊死我！哦，对啦。嗯，我想我啦，若讲该熟识时阵，若知影这个代志吼，我会感觉讲，哎，颠倒。会当家钦佩，反正这个你看，阮两个拢红阿波面，红阿波面，是走袂去的啦，走袂去了，对对我啦。啊，所以你先是安怎？你要当要互伊知影的时，你是慢慢一步一步去了解整个这个反对运动。是，慢慢互伊知影的。主要是视频就出家了，有必要的时甲互人知。但是你家己嘛是开始嘛是。是，我开始嘛有选举啦，我竞选。二十八岁选万林镇长。迄当时我伫家人市甲小学，嗯，是，是讲起来嘛是讲，尾仔你就是有哪大夫出征嘛，会使安尼讲啦，开始会使安尼讲，啊，米利都事件了吼，啊，伊就甲张春南当时搭档，啊，一个选国台，一个选立委，啊，选了后就用选罢法来去关嘛，关三年半，啊，迄当时因为彰化县刷落去，还有几项选举吼啊。我知影迄阵白色恐怖嘛，啊嘛无人敢要参与嘛。啊，用了迄关时，你的心情是安怎？啊，我想是迄当时吼，我已经有真大个转变了哈。我想每日都暑假，咱这朋友也去关了哈，对我讲起来有一个真大个改变。所以当当伊发生代志时，我感觉讲啊，这毋是做啥物歹代志嘛。啊，政府是政府这种政治迫害，所以我嘛感觉讲。只要伊家己吼心安理得，好，我嘛是只就是变哪讲，金主的一个个性啊，就是讲伊对好的代志、对的代志啊，将来都袂惊吓，啊，佫袂拒绝、袂躲避，这是我感觉伊真好的一个优点啦。所以虽然我过去有参加一挂组织，也是讲参与伫这个政治。啊，不管是参加组织，还是参与伫竞选即款活动，伫我来看，拢是一个对的代志，正确的代志。啊，伫伊会理解，嘛是认为是对的，所以伊无惊吓，嘛无躲避。而且吼，我感觉美丽岛事件发生，对我人生是一个真大的转变。嗯，安尼讲。啊，遐尼济人受苦受难吼，啊，我感觉讲我的头家也是为着这项代志，伊甲因同齐去吼同艰苦，啊，我做一个家后人，我感觉讲我嘛。应该甲其他的人同款，爱负起一挂社会责任。啊，这是过去我一直拢无去特别思考，啊，是讲无做的工课。所以，啊，你像你的囡仔啥咧？我囡仔真细汉。你变作甲这囡仔解释讲，爸爸是因为政治的这个事件了后才来去。当时阮伫伊要去入家进前吼，拢甲囡仔都差不多这部分有小啊有互伊了解。啊！咧关的进前一天，阮甚至全家拢去
啊，伊带阮吼，拢去西门町去啊，翕相、逛街啦吼，啊去啊翕相，啊有一张相片伊阁不在嘞吼，迄、一个纪念。啊，迄当时阁经理单位阁伫后壁咧对。我就伊个，讲伊个心情是安怎个，伊做年，就是要甲阮掠吼，已经真清楚。进前就伫我厝个四周拢有人咧顾，所以我想我明仔载呐，如果发连一团的时阵吼，真有可能就收押。所以我就辛苦谢谢咧，规家伙啊，大概出去西门町佚佗、翕相，啊，食一顿暗顿。第二天去出庭的时阵，果然无错啊，都甲收押。哦，就可以了。啊，迄阵你敢有买啊？你敢有对你的囡仔？我的囡仔迄阵要真细汉啦，但是教我买后知影，我的囡仔是似懂非懂啦。特别伫伊学校内底，迄阵学校的导师，也是讲学校的老师吼，对我的囡仔有特别看待，所以有歧视，所以囡仔，我感觉我的囡仔对我并无真谅解。一直到大汉的时阵啊。伊了解阮做诶代志，真正了解诶时阵，伊甲有对阮有谅解，当然对阮嘛非常尊敬。啊，迄时阵囡仔一定发生讲对老爸有即个歧视诶，即个。囡仔爸，毋是讲对老爸歧视。去互好老师歧视了，啊，对老爸袂当即个谅解时，即时你做妈妈人要安怎，甲讲互清楚。我想我。会真清楚，互伊知嘛。咱爸爸做诶工课，吼，以及其他诶遮诶，吼，咱遮兄弟吼，去互掠国民党掠去关，因所做诶拢是为着社会，吼，为着正人诶利益，啊，所以为着台湾诶自由民主嘛。所以虽然是真细汉，但是较大汉迄已经渐渐读国中啊，啊，所以加减会理解。我想我大汉诶，大汉囝对这部分伊真早就会当理解爸母咧创啥。第二甲第三吼是较细汉。啊，无一定甲伊讲真清楚，但是我嘛会带因去看因爸爸，啊，互因爸爸，互因知影讲爸爸毋是做杀人放火歹代志，是因为政治上的无民主，啊，受到迫害，所以入去关，并是歹人。我讲你看爸爸妈妈是毋是歹人？因讲毋是，因为我本来是甲囡仔做伙拢是真民主吼，啊嘛正尊重因，所以因伫这个安尼虽然是似懂非懂，啊，但是慢慢安尼调整吼。我想对爸母也是有一种吼家己的想法。而且不用你出来，这个换你出来，家己行政的这条路。啊，你出来行了后，啊，你家己出来在经营，那么然后就是这刘峰松，你出来了后是安怎家己来搭配？其实我咧官的中间，伊就出来选省议员，省议员一届哈。啊，我出来了后，伊嘛继续阁选一届省议员，两届拢落选。在我咧管中间，伊其实就是有经过啊，即几年的磨练啦，哦，参选的经验，其实已经慢慢已经有一挂自主性，啊，某一挂有能力。啊，当然在这段时间，爱感谢真侪朋友对伊的照顾支持，特别是教会这段时间的帮忙真大。是讲老实讲啦吼，若是讲做一个啊，目前政治人物的这個经营来讲，阮看阮看洪委员算是从我原来底已经算非常好，伊家己是非常独立的啦，不该再吵到这样无。不过我想这点吼，其实我真侪是向伊学习的，伊是我学习的对象，伊不管是甲对待朋友，还是伊个人的人格吼，啊，还是伊的想法、伊的思想，我感觉真侪是伊受到伊的影响较大。好，来，咱啉一下，了后咱再过来讲。讲你足济哈，代志拢甲即个老方向学诶，啊是安怎？我想我较早吼，啊，对即个政治方面吼，啊是讲对社会一寡事务，其实我除了伫学校以外，实在是真模糊啦。啊，所以。特别是伊去关了后，还佫出来，我担任这个国台代表、民意代表，啊，伊担任我的总干事，啊，伫伊当时，伊对待选民有困难来找咱服务处的时，伊的态度真诚恳，啊，佮选民迄款亲切的态度，甚至一寡服务处吼，建立一寡档案，用电脑资料来梳理，啊，来建立一寡人事资料，啊，是讲佮人的关系等等吼，啊，我感觉讲伊伫这方面的行政能力。也好，阮得到学习。
不过我知影是讲，伫这中华馆要做政治人物吼，危险的。不要理解哦。有一个陈永元有无？是。啊，叫人拍一个种，叫人用枪吼，啊，甲拍一个种，种种一世一世人种安尼去哈。啊，包括这个咱知影是讲啥物？过去这个啊，夏崇敏啊，迄个算计是叫堆啊，老的老堆啊，吼。啊，真侪只个讲乌道伫这个中华馆文化非常的这个猖狂。是。这里阿伯底下做，我也简单来讲，其实这个乌道安那产生吼，当然大概伊的轨迹啊，大概是安尼啦。主要是这个选举有关系，因为彰化县是一个讲是民主的圣地，自日据时代就是一个政治活动真活跃一个所在，真侪反抗日本人的人，诶，这个文化协会会员都是伫彰化市哈。彰化市伫日据时代伫战后伫即马，拢一直拢有反对人事、反对人物。但是伊个国民党、执政党为着要伫选举中间会当占领，所以伊一定都爱想办法哈，用这乌道，来购票、买票。啊，等等无所不至哈，所以安尼来了后呢，就是这乌道都做大，特别到尾期来，规个台湾的情形就是讲乌道，伊不但是像较早安尼甲你买票，伊佫进一步对幕后啊，行来幕前啊，那变做一间今日台湾这款情形，所以这些是真不可思议啊，但是有一个轨迹可循呐，这东西民主政治的后遗症。是啊，翁金珠夫婦，你敢伫这中华馆内讲？你喺高龙啊内底逆天行道，知咧，知影。你啊，你除了碰过这乌道的这，你面对这乌道政治，你要怎麼处理乌金的这政治？我伫选国台代表的时阵吼，当然有拄到，但是我发现讲有一部分的人，当然正面冲突啊，但是嘛有一部分的道上的兄弟吼，开始暗中嘛咧义气咧跟道上讲，所以互相之间有牵这条的。哦，互相阁有牵这条，就是唔是完全拢是咧替天行道，我阁公路惊，惊袂注意看，我咧看到我用放咧口笼啊内底，但是你家己本身是中华馆人嘛？是。啊你是？我嘛是中华馆啦。哦，啊，但是伊即摆你就是中华，伊家己开台北馆。啊，你专门咧经营这，你即摆是台北文化中心，我看这本册非常感动，啊，看起淡水河。这本书是安怎整？怎样介绍？啊，这本书是啊张兆堂先生吼，伊主编的，伊集合真济优秀的摄影家诶作品啊，描写摄影这淡水河这几十年来的一个变化。是。早期淡水河非常非常的水吼，亲像这张画面同款啦，就是讲有牧羊人伫遐牧羊吼，啊水真清，用秀水，啊但是慢慢变做即嘛吼，非常的吵，非常脏乱啦。不过目前个渐渐阁有改善，这是淡水河的一个记录，真好的一个摄影的记录。哇，这实在是看起来这景拢非常的这啊非常的水哈。但是这些是啥哈？这是史乾先生的铜像。哇，台北县甲其他的所在同款，拢有真侪上佳的铜像。但是这铜像，阮一时唔知要哪处理，但是阮想讲吼，应该为这个杰出的台湾人，特别是阮台北县来讲。结出了台北县的县民，加结出了乡里人杰吼，来给人塑像。所以，阮台北县这款的有名、真伟大、真可敬的台北县的县民啊，阮现在有做12个铜像，分别伫公园，还是学校，还是其他重要的所在。是，啊，反正我要搬台北县啊。啊，有做一挂只即个阿美与图鉴。是是是。台北县。文化中心吼出版真侪一个真水真好啊真重要刊物，其中包括他都讲看见淡水了，啊个包括吼，阮有为阿美族吼编这个阿美记的一点，当然这是请阿美族的知识分子来编的，啊这个员工是阿美族的人吼，家己亲手编的一点，啊台北县政府来出版。是啊，所以你这文化的工作，你咧做台北县这文化的工作，你的感觉是安怎？啊，我感觉真有意思，因为我过去咧收藏的册啊，对收藏甲台湾本土有关的册，
啊，像我有机会来做这个出版的工作时，我就出版甲台湾本土有关的册。是，所以讲起来，当初人甲你讲是一个政治反清民谣艺，其实都唔是，我做只文化的工作。我特别开始吼，上感动就是因台北县开始编这个台语教材哈，台湾语文的教材，就是讲包括客语、原住民语、甲河洛话。啊，伫遐我会记伊吼，伫这个教材咧编的当中吼，这个稿吼，伊拢会亲身。看过一遍，看到伊讲看到目睭拢要花去安尼吼，啊，底下拢，而且因个训练老师啊来教小朋友，我感觉这是台湾咱即摆咧推动本土语言吼，台湾语言语文啊，这真要紧的吼，因做一个示范。不过，这翁金珠夫婦，我知影你伫彰化县做一个立法委员吼，讲起来你有那是对文化推动真多。哦，非常关心嘿。啊，我唔知是讲伊的经验，台北县经验无，你有一寡什么启示，还是啊，你有特别？为着借一寡经验过去經驗，我想应该有啦哈。啊，比如讲开始，对这个台北这个延平学院哈，过去拢无人提起这延平学院。啊，刘峰松老师哈，伊都有读一本台湾青年的杂志，有提起讲过去去哦，二八时代去哦，国民党关起来，一间大学哈，我伫立法院延平学院第一届质询，就将这代志提出来。啊！第一个二二八，这是伊甲你做助理的对啦。等于伊做助理。啊！二二八事件迄赔偿条例咧审的时阵吼，差一点就予咱平反这条文。但是真可惜，上尾无过。啊，包括这凯达格兰族遗址吼，尾也会当完成吼。啊，嘛是刘老师开始透过一个迄个凯达格兰的伊个后代，后盖记者啊，阮同事去看，然后透过台北县政府的协助，搞立法院的咨询，然后甲迄个吼记者。在迄个核市场的限制上吼，这部分的当然保存。啊，像我所在，你嘛是有咧做这个中华这个善行车站的这个保存，你嘛是做这些工作。这咱台湾拢总有六座吼，迄个四型车库啦。啊，结果吼，拢拍掉去，上尾一个就是中华这個。我感觉中华当时我是原来唔知虾米叫做四型车库，是阮中华大中华的新闻记者讲，伊要入去拍这个。会铁路的车库，哎，拍断了，我有一回为台北转去，暗时看到这个新闻的介绍，我哎呦，那有这款特殊的物件，所以就开始积极邀请文建会哈，陈其南副主委啊，等等有关单位去看，然后要求即阵爱搞这个上尾一座的。诶，信源车库来改留起来。好个仔，无人已经准备要甲拆掉啊！是是是。来讲像迄代表迄个火车吼，发展的历史，伊无一定是古迹，但是伊的发展历史足要紧，应该拢互咱后代了解。恁两位即马结婚偌久啊？二十几年。上大囡仔几岁？27。哇，27啦！啊，所以讲起算讲两个二十几年的这夫妻哦。是为这个，会当讲是一个革命夫妻安尼嘛？我两个吼，讲起来是结婚了才互相较熟悉啦。因为我那写批写半年就结婚啦，实在我对伊无讲特地了解，伊对我我想嘛无讲真了解。但是我发现，阮结婚了吼，互相了解迄个感情较深，而且感情较深特别参与伫政治面顶吼，迄个革命感情吼，会增加。我感觉对阮的感情有帮助。是，啊，我太太咧讲，你都无讲，我也没有讲过。真欢喜，当初的这款跟我兴趣，会当同款的一个太太，所以非常感谢我的上帝啊！只是感谢上帝。是是我的感受内底是，大家愈聚会哈，相共事愈久哈，慢慢迄个感情。哎，如何？每波年轻的时阵不足迄个部分。好，安尼恁恭，即个爱恭祝恁两个白头偕老，非常尊重多谢恁。我想着安尼叫囡仔爱看哦。爸爸妈妈直接讲遮侪因过去少年的代志哦，所以。